掀开经本第二十四面，第二十四面，从第二行看起，化五所化分第二十五。那么从这一段到第三十一分呢，是本经正宗分最后的一个大段。这一大段世尊为我们讲正果，这也是这个四分呢，信解行正。那么虽然有这四个阶段，说在了目标方向呢是一致的，那就是见性而已。那么四个阶段呢也都是讲了修学，修学也是一贯的，在《金刚经》来说呢，是一贯的。功夫就是用在无助，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就用这个功夫。从初发心呢，一直到如来地。那么这些呢，不仅仅是跟我们讲原理。原则，同时也是极妙的修学方法，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懂的。那么这种原理原则跟方法涵盖了所有一切的法门，就连我们念佛这个法门都不能触其范围。为什么呢？这念佛如果要住相念佛，固然也能往生。这个就是念佛法门呢跟其他法门不相同的地方。其他法门住相决定不能出三界，我们念阿弥陀佛人可以着相，着阿弥陀佛的相，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相，能往生，但是往生品位不高，生凡圣同居土，说老实话，这能往生就不错了，不要去顾忌品位，因为这个是我们决定能做得到的。这个立相呢，我们实实在在讲做不到啊。但是能够立相念佛往生呢，那品位就高了，那就不是生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说立相就生十报土啊，这个是。净宗跟一切大乘法门不相同的地方，难于易的地方，这个连诸佛菩萨都说了，这念佛法门叫易行道说这个叫易行道，换一句话说，那不是念佛法门，都是难行道这个难行道就是立相不容易这个断烦恼非常非常之困难。那么到这个相离境这个相真是一层一层从粗到细有极其微细的相我们不能觉察。不但我们不能觉察，
念阿罗汉，啊，阿罗汉的心起了，以及人家到九次地定，啊，他那个心都清净，啊，还是不行。啊，辟支佛定功比阿罗汉还要深，啊，菩萨有更深的，啊，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的。拔地才叫不动地，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都还不行啊，要到八地才不动地，你就晓得那个相是多难离，越往后面去越困难，越危险，越危险越难的。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极难断了。经论里面跟我们讲修行十戒之长，华严说得好啊，不是二僧七劫，三大二僧七劫啊。要知道世尊说法有方便说啊，方便不是随便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往往啊把随便当作方便，这个是会错了意思啊。方便是你是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根性，给你说什么样的法啊。虽然呢说的不是究竟啊，但是它去向啊真实啊，总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没错啊，只是在中途设了许多小站，没有告引导你达到最终极的目标啊，总把你引进了啊，一站一站呢接近了，这叫方便法。如果是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那就不叫方便法了。归根究底就是离相离念，离到最后离尽了，没得再离了，那就叫成佛了啊，那就叫圆满菩提了。所以到那个境界呢，还要历练呢，还是没有念头啊。所以这个经文一开端就从平等法界上啊来说，说明佛在果地度众生呢，不着度众生的相啊，成了佛了。如果度众生还着度众生的相，那就变成凡夫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呀，所以才晓得立相立念呢，是如来的真实语啊。这是如来真正传授我们成佛的方法。我们看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我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这个莫作是念第一句话就是很有分量的教诫啊，教导我们，告诫我们不要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就错了
佛可以说普度法界众生，从来没有休息过，从来没有中断过。如大经上所说，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可见得佛不执着身相，因此能够随类化身。哪个地方有感，佛就有因，感应道交。法界众生无量无边的，当然迷得重的人不知道求佛，心里面根本没有佛的意念，这当然跟佛没有感应。可是有缘分接触到佛法的人也不少。如果说九界众生呢，那个数量就更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如果佛每一个众生呢都跟他往来的话，那不叫太烦了吗？他有那么多时间吗？他有那么多精力来应付吗？我们凡夫往往起一种妄想，这个妄想呢，就是今天佛在此地告诉莫作是念，你不要打这个妄想。为什么呢？因为法身叫遍一切处啊，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遍一切空间。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诸佛菩萨无时不在我们周边呢。我们这一感，它就现象，它就现象就起作用了。众生有感呢，佛就现象。我们念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了，是不是阿弥陀佛从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到这边来了呢？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这经上后头说，那如来这样是有来有去，那就错了。错，不来而来了，不去而去，没有来去啊，没有来去啊。这个事实啊，我们很难懂啊，很不容易体会。可是现在科技发达，几乎每一个家庭呢都有电视，每一天呢你都能看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新闻。那个电视机一打开，频道一播对了，现象去了，试问问那个地方的人士有没有到你家里来？你有没有看到他来了？电视机关灯没有了，你知道他回去了吗？不来不去啊，就跟这个样子是一样的。就诸佛菩萨现行啊，不来不去啊。那么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能够体会到这个事实。虽然明白，体会到一点点这个影像了，究竟所以然的道理啊，搞不清楚，这个道理太深了。大乘深经啊，都是为我们说明这些理论事实。
现代科学家了也有发现啊，他们叫多元次的空间。这个发现，这个说法跟佛现象啊，倒很蛮相似的啊。如果懂得多元次的时空啊，那就是元次的转变的啊，其实也没有来去之相啊。那么科学相信呢，还会不断的在进步，慢慢会发现这个事实真相，而这些事实真相，佛在经典里面早已经宣说过了。如来广度一切众生，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我们要学学着积极的去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而心地里决定不起一个念头啊，不起念呢就是无助啊，断恶修善呢就是身心啊。为什么要断恶？因为无量劫来我们生生世世造的这个恶业，变成我们明心见性最大的障碍，断恶是去障碍啊，就是断烦恼障啊，断所知障啊。啊，为什么要修福？因为没有福不能度众生啊。诸佛菩萨唯一的大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那没有福报你怎么能帮助呢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世尊告诉我们，菩萨成佛了，成佛之后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专门修福。所以成佛叫二足尊呢，二就是福慧也，足就是满足圆满，一点欠缺都没有啊。佛是智慧圆满呢，福报圆满呢啊，在这个福慧当中那是最尊最贵的啊，任何人都不能跟他相比啊。佛宝大就能够度很多的众生啊，满足你的大愿啊。假如度众生呢要着相，着相是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啊，他要有一个念头说啊，我度众生了，多少众生啊被我度了，那他是凡夫，绝对不是圣人。不但他不是佛，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的连小乘出果须陀洹都不如。为什么呢？须陀洹正须陀洹呢都没有这个念头啊，他正须陀洹果啊，都离相啊。那么由此可知，立相立念呢是菩萨修行过程当中自始至终
决定不能变更的原则。为什么不着相？底下一段经文呢，就说得很好。下面这段经文说，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诸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他要说我常，怎么说法？他要说我。但是诸位要晓得，这个说我，这就叫方便说，随顺众生说。众生执着这个身是我，我也随顺你们，叫这个东西叫我。这个咱们意见才能沟通啊，才能够给一切众生呢有所启示啊，这叫做不坏世间法。但是众生说我，他真的执着，他这个身是我。佛菩萨说我的时候，是随顺众生说的，他自己确实没有我这个念头。不同的就在此地所以如来说有我，则非有我没有这个念头，随顺众生说的这叫方便说法。可是凡夫呢，他真的执着有我病就在执着幕后一句说，凡夫者，如来说非凡夫这句话怎么讲？这是从心上说，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佛从哪里看呢？佛从心上看的，佛不是从相上看的。从相上看的，那十法界一真庄严，宛然不同啊。从心上看呢，十法界没有一样是不同的所以从心上去看呢，就叫做一真法界。正如前面所讲，诸法如意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从心上看的所以一真法界是从心上看的。那么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见心。心从哪里见呢？心从相上见从相上怎么见呢？立相立念就见到了。我们现在在相上见不到性啊，是着相，是动念。如果说不着相不动念呢，你就见到了见到之后才晓得万法也如。见到性之后，它的好处体相用就自自然然圆融无碍就像华严经上讲的四法界四种法界，四种法界就是一种法界那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从四方面来说明来观察它这四个是融汇在一起的，没有先后，没有次第四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样才叫真正的大自在我们念心经看到观自在菩萨那什么叫自在呢？四种无碍同时现前，那就自在了
观音菩萨怎么得到的呢？修观，观照，照诸照见。金刚经一开端就教给我们修修观了。观跟看不一样啊，佛法里面在修行呢用这一个词，眼看叫观，耳听也用这个观啊，鼻嗅香也叫观，舌尝味也叫观，就用这一个词啊。我们平常呢眼叫看，耳叫听，看听跟观有什么不同呢？不一样。这个看里面呢有分别心，有执着心，也就是说它用的是意识啊。平常我们常听说哦，你要注意看啊，你注意听啊，那个意就是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莫那是执着啊。我们起作用啊，是这两个东西在起作用，分别执着啊。那个观呢，观不用分别执着啊，所以你看禅宗里面这个参禅呢，常常提示叫立心意识参啊，它叫参究，它不叫研究。研究什么？研究还是用第六意识啊。我们世间人呢，什么问题的时候比较困难的，研究是用第六识，参究不用心意识啊，心是第八识啊，意是摩那第七识，识就是第六识。换句话说，不用第八识、第六识、第七识，不用，那就叫观啊。这个意思真的要清楚啊。否则的话，我们打妄想还以为在修观，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是打妄想，现在在妄想呢，以为自己在修观呢，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是怎么修也不能成功的啊。所以一定啊要立心意识，参禅要立心意识。言教呢也要立心意识，立心意识你才能解如来真实意啊。为什么？如来所说法了，是从真如本性里面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没有经过心意识。我们今天看佛经为什么看不懂呢？我们用心意识来看人家了，立心意识的言语文字，这看不懂了啊。自以为懂了，实际上是把他的意思错解了啊。怎么说？我以为是这个意思，我想是这个意思，我体会是这个意思。你看我四相四见具足，人家四相四见都没有，你怎么会懂得他的意思啊？我们读经啊，这个经本一打开，前面一定有开经偈这四句啊，愿解如来真实意，那是很有分量的一个提示啊，一个警惕啊。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恭恭敬敬，用清净心
用真诚心去读去听，什么样的念头啊，分别执着妄想念头统统放下，这样啊去读经去听经啊，就有开悟的可能啊。讲经的不一定开悟啊，听经的很多会开悟了啊。所以说会讲不如会听啊。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就知道如何下手啊！如来说则非凡夫，这是从心上说，生佛平等啊！生佛平等，一平等，一切平等，无有一法不平等。啊，绝不是说哦，只有众生跟佛是平等的，那其他的都不平等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平等是一切都平等。底下一段啊，所以这是后半部的经文呢，跟前半部啊有个很大不相同处。前半部呢，一切皆非，是叫你通通不要执着，后半部啊，我们去观察一切皆是啊，是因为你不执着了，那都是的嘛，执着就错了嘛啊，所以这非常明显呐、啊，去执着而已啊，这一不执着就一切皆是。经文上说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个是总名万法皆如的意思，如是真如啊。可是佛就怕我们听话了依然会起执着，那个毛病就大了。底下这一句佛说了，是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转轮圣王是凡夫，不是圣人。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福报大嘛，是福相，福报大嘛，这就是说明。决定不能着相，情执一定要舍得干干净净啊！须菩提，白佛言是在如我解佛所说意啊，这一句话呢，就跟那个愿解如来真实意是一个意思。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啊，不能在相上看啊。但是如果说不着相呢，不着相也行，不着相的时候，那就前面讲如是如是可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关键就在着与不着啊，不着一切皆是，着了一切皆非。世尊以一首偈子来做结论：若以色见故，以音声求故，这是举两个例子。实际上连下来呢，就是
色身香味触法，就六尘嘛。六尘是境界，住了境界那就错了，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邪与正在这个地方呢更明显的为我们显出来了，显示出来了。什么是正法呢？凡是能够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这是正法；不能够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就是邪道。对，邪正就是这么两桩事情啊！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见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明心见性，不是别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外面这个境缘呢太恶劣了，没有法子成就，这才选择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见如来就是见性。金刚经上说如来都是从性体上说的。所以邪与正一定要辨别清楚。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一生免不了不空过。空过了真可惜啊。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许多同修都知道这两句，都能说得出来可是你感受不深刻。如果你要有很深的感触，你就会对这个人生非常珍惜，对于佛法非常尊重一定要利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佛法完成最低限度要求生净土生到净土可以说你就是究竟圆满了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退转他方世界修行时界很长很长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呢，因为他一切的障缘没有逆境没有诸佛菩萨辅导你帮助你，所以成就非常的快速那么底下这段经文跟前面这个恰好是相对前面是从性相说明非一非一，底下这一段呢是前灭相说明非一
第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末后这一句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啊，为什么？相虽然是假的，是幻有的，是无常的，但是相不会灭。那个无常是它变的啊，就正如同筋跟气一样啊。我们有个一百两黄金，我这一百两黄金今天做个佛像，这都佛的像现前了啊。过几天遇到一个人，他不喜欢佛像，他喜欢个小高小猫小狗，他把这个融化成再铸成小小狗小猫的像啊，佛像没有了，这个出生像现前了，那是像的转变，相不会灭啊。纵然一切相都不造，那一百两黄金，那是一块有一块的相，一坨有一坨的相，它总是总有相，所以相不会断灭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它转变，这是我们举的一个小的例子。从这个小的例子，诸位呀，好好的去想，想这个事实，等一下，你要想通了之后，就很有趣味，啊，为什么呢？这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呢，跟我的关系啊，好密切啊。现在科学家了。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没说得清楚，不像佛说得这么明白，说得这么清楚。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身上细胞啊有你，你的细胞有我，就像赵孟俯的夫人呢做的那首词啊，你侬我侬啊，一样的。啊，我们晓得我们这个身上这个细胞的时候，它是刹那生灭，啊，它会跑啊，这个原子电子会跑啊，我都会跑到你那去，你那个跑到他那里去啊，所以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啊，这个基本组织这些现在科学里面讲原子电子粒子，啊，今天跑到这里，明天跑到那里。所以你从这里一观察的时候，这个身相与一切众生的身相一个身相啊，佛在三千年的为我们说明这一个事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度一切众生无条件的，为什么呢？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的。啊，就从这个相上来讲，所以相是变幻无常，啊，是变幻无常，但是它不会灭，啊，它只会变，它不会灭，啊，为什么呢？性是体嘛，有体一定有相嘛，有相一定起作用嘛，哪里会灭了？如果相灭了，那性也没有了，那哪有这个道理了？啊，决定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它转变而已啊。我们讲成佛也不是说把我们凡夫这个境界提升到如来境界而已呀，啊，并不是佛是另外一尊佛，跟我们凡夫不一样，那你就又搞错了啊。那怎么能说凡圣亦如呢？凡圣平等呢？啊，所以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再翻过来看第26页。
二十六页里面有几句非常要紧的开始都应当常常要记在心里，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常常用佛的这个教训呢提醒自己，改变自己的观念把自己这个想法看法了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呢。经文一开端的第二十八分，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这先举一个例子做一个大前提，这个福报大现在人以为什么这个功德很大了，其实这个福报这不能算功德这修福若复于人，有人呢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这个菩萨没有那么多布施，只是知道是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人是不起心不动念，他的功德超过前面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恒河沙等世界那是天文数字没法子计算的这正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宝石这个七宝无量的宝石不及法师没有法子相比的因为它两种果报完全不相同再多的宝石只能够在三界里头得福报享福而已一时享不完来世再享出不了三界不能了生死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恶道所以这不究竟怎样知一切法无我呢金刚经上就是告诉我们这段事情也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缘起性空一切法是因缘所变现出来的我们常讲因缘生法了生就是变现起来的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无我他就不执着了嘛自自然然就能够理想理念那这个功德就大了因为理想理念能见性了佛菩萨布施供养一切众生那个福报也不可思议但是他的不受福德故我们凡夫执着要享福他要享福实实在在很冷静的去观察很细心的去想一想你想的什么福吗我们没福没福报也谈不上什么想不想我们都得死看看历代
那些帝王，这是人间福报最大的。啊，多了之后想一想，他享的什么福？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历史很有兴趣。台湾第一次出版《二十五史》，我就想尽方法买了一套啊。这一遍读下来之后呢，我给那个历史，整个历史提了三个字，叫“狗打架”。以后呢，再不看。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喜欢看小说。小说里头啊，最喜欢看《红楼梦》，大概总看了十几遍。我给他提了四个字：无常苦空。他享受了什么？造业呀！所以有福报的人造业更大了，更重啊！啊，你说他享受的什么？说实实在的话，一天也就吃三餐呐，夜眠六尺啊！啊，他没有办法，吃十餐吃二十餐不行啊，吃死了。啊，皇帝吃饭多少道菜你晓不晓得？100道啊，100道看厌了，他吃的也不过就一两样个一点点而已啊，想什么？跟我们有什么两样？实在没有两样啊。所以菩萨聪明，不受福德，不是一切随缘，随缘就自在了，随缘就快乐了。啊，普贤十愿里面跟我们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就是菩萨不受福德的具体行法。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我们要不要修福呢？要不要造福呢？要，为一切众生，不应贪着。啊，造福绝不由一个念头，哎呀，我修了多少福，我做了多少功德，啊，因为你一有这个念头呢，你四相具足，通通是有漏的福报。我现在都不讲人天了，为什么呢？来生未必能得人生啊，人失掉人生再能得人生的太少太少了啊！现在人心里头充满了贪嗔痴慢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如法度啊，不如法了。来生要得人生难啊！啊，上一次我在此地，利用早餐的机会，跟我们内部的同修讲沙弥律仪。注解里面选择一些重要的开示讲过一遍，沙弥律真注有两卷，上下卷总共选出140句，现在印成一个小册子，修学守则啊，也许你们同学们都拿到了。
那个经叫行经的，是做的，不照做不行啊。我在台北看到同学们都不是外头，我们家里人实实在在，没有一点规矩，没有一点样子，就是普通的礼节都不懂。出去就会碰钉子，不受人家欢迎的。所以特别把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教导我们的常理举要，是他老人家编的，我把它附在后面。这个小册子一定要做到。你要不做到呢，换一句话说，你到任何地方不受人欢迎。啊，为什么不受人欢迎？讨厌你，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讨厌。啊，那个不是叫你做甚做贤呢，是叫你呀、啊、跟大众相处，做一个不被人讨厌的人。啊，这个小册子目的就达到了。认真修行，那是修福修慧的基础啊！啊，佛法戒律很繁多，实在讲，受持相当不容易。啊，这几条是少的不能再少。啊，我们筛减到最后是决定不能再少，一定要认真去做啊！而学佛能不能有成就？印光大师说得很好，在沉浸，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沉浸，沉于中，一定行于外。啊，他一定自自然然表现在外面，他有礼貌，有恭敬。他才能得到法益。没有沉浸，佛菩萨来教他都枉然。啊，都没用处。啊，所以断恶修善，啊，修慧修福，要认真落地，一刻不能放松，但是绝不能住下，啊，那就成就无量的功德了。一住下呢，就变成有漏的福报了，啊，那很可惜，啊。那么这个底下一句，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如来是说真如本性啊，千万不要体会到、哦、佛是如来，那就错了。自信，我们人人的自信没有来去，为什么呢？因为自性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来去是相啊，体没有来去，相有来去，体没有来去啊。这是说明来去的这个念头要断掉啊，也就是说不执着这一个妄想啊，这是虚妄之相。下面这一分是从微尘世界叫我们不要执着以多啊。那么这个合起来看的时候，就是现在人所讲的相对，凡是相对的啊，你比如说空跟有是相对的，性跟相是相对的，来去是相对的，
我人是相对的，理事是相对的，世间人实在讲都是生活在相对的这个观念当中，他不晓得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这个相对的概念在佛法里，特别是在法相唯识里面所说的叫遍计所知啊，遍是普遍的，计是计较执着啊，根本没有这个事实啊，比那个依他起还要假啊，依他起还有众缘合合，他这个连众缘都没有啊，啊，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啊，何况那个大小啊，大的跟再大的比，它又变成小的，所以一切法了根本就没有定法，执着就错了啊。这个地方意思都很深很广啊，像佛在这里经上说，以三千大千世界摧为微尘，这个意思就说明世界非世界，世界是微尘集聚而现的假象，微尘要是散开了，这个世界像世界就没有了啊。可见这个世界的像，世界是个大了，微尘是个小的，微尘聚就现世界，微尘散这个世界就灭了，就没有了，消失了。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每天在这个天文望远镜里面观察这个太空当中的星球啊，常常发现呢，发现星星，那新的星球本来没有，现在看到了啊，发现新的啊，也常常发现呢，这个星球啊爆炸了，消失了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微尘的聚散啊，啊，聚则有啊，散就消失了。那么从微尘上来说呢，它没有生灭啊，星球有生灭，微尘没有生灭啊，聚散啊，聚也是它，散还是它。这是说明这个大的世界不要执着啊，我们现在大家都晓得太阳能量是有限的啊，太阳的射这个光啊，热就是原子能的能量啊，天天在消耗啊，有消尽的一天啊啊，所以这个星系不是常永恒存在的，不是的 啊会消失的 啊太阳系会消失，银河系也会消失啊，大而世界，小而微尘，那微尘再观察呢，微尘也是原生的，也不是真正独立存在的，它也是众缘合合的啊。比如佛在经上讲的啊，所说微尘，微尘是七个集聚之微合起来的，而一个集聚之微又是七个灵虚尘，就是极微之微集合起来的，这就说明微尘也非微尘啊！啊，那个微尘要是追究到最后，怎么来的呢？见分变现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相啊，根
根本就没有，像是见分变现出来的。这是唯识经论里面他就讲得很详细了，说得很清楚了。这个见分变现出来的就像现代科学家所讲的波动，那么由此可知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存在呀、物质现象什么波动产生的幻象而已啊。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从这个波动里面生出三系六处，三系六处是波动的幻象，你怎么能执着呢？你执着它有错误的，你执着它没有也是错误的。你执着它有，它当体皆空；执着它没有了，它有幻象。但是这个相是刹那生灭的相。佛说这一段意思的深意是叫我们大而世界小而微尘呢都不应该去执着。这个意思在此地。所以里面讲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则非是当体皆空，是名是不无幻象啊。相有体空啊，有也是幻有，也不是真有。因此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呢，这个事实真相就相应了。与事实真相相应。第一下解释一切非一。何以故？说若世界是有，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后头又说虚无体一合相，这则是不可说。那个不可说就是不可思议啊。凡夫之人呢，贪着其事，那不就自找麻烦？那作茧自缚。凡夫为什么贪着其事呢？不了解事实真相。这跟佛菩萨完全不一样啊。凡夫第一个贪生怕死不知道没有生死，生死是幻象啊。凡夫贪图享受，不晓得享受也是幻象啊。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里面起贪嗔痴慢疑生起无量无边的烦恼。烦恼的起因这个不明真相，就是迷惑就是无明迷惑起这个贪着，这是造业，造业它就有果报这就是祸业苦三障，三障是这么来的。经文到最后，最后就是总结论，总结全经的要义总结全经的精华。
在第28页。第四行，佛教者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一句话就是说，发菩提心的人，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尽，如是性解，不生法相。这一句话很重要，能够做到这样啊，那就是真的发了菩提心了。假如说发了菩提心了，他的知见信解跟佛在本经上说的完全相反，那个菩提心是假的，那没法菩提心啊。真正发了菩提心啊，他的知见信解一定是如佛所说。大家要注意，佛法的修学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啊。如果要是修别人的话，那你就搞错了啊，你永远不能成道了。佛法是完全修自己啊，时时刻刻回光返照啊，自己如不如法，不要论别人啊。我们无量界修行不能成功，说实在话，没有回来照自己，专门看别人。这个人修行不如法，那个人修行不如法，结果他说不如法的是自己呀。所以这个经常常读读有好处啊。末了归结到总纲领，就是两句一记，不但是金刚经的总纲领，也是大般若的总纲领。这个两句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经文前后啊，我们念一念啊，从这一段开端念起。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这较量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啊。那个福报胜过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这个人的福报超过他。这真的吗？我们能信吗？关键的字眼在受持。你对于《金刚经》所讲的，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是不是真的依教奉行了？持是照做啊！你真接受了，真照做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就有明心见性成佛的可能。那无量宝师命师当然比不上啊。这就是前面一再说过，他出不了轮回呀，他是凡夫啊。
啊，下面是云何为人言说，佛特别说在这个地方啊，怎样为人言说呢？要不取相如如不动，这个经就是真如自性的根心本来不动啊，真心本来离相啊，如果还是起心动念着相，你对于这个经义决定不能够了解，你自己不能了解，你怎么能够为别人说法呢？啊，自己不了解为别人说法，那就是古德常讲的妄谈般若啊。啊，可是大家要记住，这一句话是通一切大乘经的，啊，绝不是单单讲《金刚经》。换一句话说，为人演说，要真正修行呢，啊，真正修行呢，啊，就是立相立念，修一切善法。那叫真修啊！演说这两个字也要搞清楚，演是表演，就像释迦牟尼佛生活一样，每天到社会大臣啊去托钵啊，着衣持钵入社会大臣，其实表演呢 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生活啊，从早起到睡觉，我们工作、待人接物，全都是金刚般若，全都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在哪里？就在我的生活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一开端，就是显示这个。须菩提看出来了，西游是真的，原来如来所证的圆满的无上菩提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这叫演呢，啊，做给别人看榜样，说是解说，啊，所以演说是两桩事情啊，你做不到你怎么能说呢？啊，你要想做到，一定对于本经的经义十分的通达明了。自行化他，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于一切法里头，本经所说的法相非法相，都不可以执着。禅宗里面是在讲呢，他们的修学就建立在这两句基础上，不取于相啊，就是禅。禅是不着相，如如不动啊，就是定啊。所以禅定啊，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高级的禅定，并非每一天盘腿面壁，不是
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五十三位善知识，有专门标榜修禅定的，啊，他的禅定怎么修呢？他天天逛市场，啊，不是在市场里面打坐，啊，到处走走看看，他那叫修禅定。啊，样样东西看得清楚，慧眼，什么都明了啊，看得怎么样？不动心呢，不着相啊，啊，用现在的话说呢，外不为外境诱惑，这是禅，不被诱惑，内里面呢，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定。禅定是这样修法的，啊，正所谓是行住坐卧皆是禅定，啊，不是盘腿面壁禅定，走着路也禅定啊。躺在床上也禅定啊，没有一样不是禅定啊。那个禅定果是这么修法的。下面这个四句偈教给我们观慧啊，而这个里边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设有为法，一定就包含无为法啊！大家不要说，哎呀，有为法、无为法没有在这个地方上，那这个世尊说法就麻烦了。不晓得世尊说法的善巧，说这一面呢，一定包括那一面啊。他的善巧是面面俱到啊。这个里面如梦这一句是主，其他的都是配衬的。啊，如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验的，啊，都有经验的。这一切有为就是有造作的，啊，有造作也就是有生灭的，有变化的，啊，人。有生老病死变化，植物有生住异灭变化，矿物有成住坏空变化，啊，这些呢都叫做有为法。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呢？梦啊，如梦啊，啊，常常用这个观察，用这个看法呢，你就能够不着相，不但能够立相啊，也能够立念啊，啊，晓得是空的、假的，这不是真的啊。存在的时间很短，露是露水，电是闪电，这两个字是形容它的短暂。一切有为法存在的时间很短，纵然很短，还是相续相啊。你要讲真相呢，真相刹那生灭啊。这佛常在大经上说，这一弹指啊，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所以我们观察这个相啊，虽然好像如露如电的时候，那个时间还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呢，但是它是刹那生灭的相续相啊。所以佛讲当体皆空啊，那一点都不错啊，不可得，确确实实不可得，不可得里面。你想得，你那叫妄想啊！啊，佛实在讲，字字句句都是跟我们讲真话、真实话啊。特别是这部经啊，经文不长，字字都是精华，字字都是真实语。
直截了当，所谓单刀直入的给我们说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独处或者是与大众相处，都要想到如梦，这个境界是梦啊，是很短暂的，不能造业啊，造业要受果报的，不能执着，执着有轮回呀。哎，能够看成一切是梦幻泡影，通通放下了，那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这就成功了。我们对这个世间为什么放不下呢？以为样样都是真的啊，不知道它实实在在是一场梦啊。所以这个如梦这一个观想妙极了。对人对事对物，常常用这个方法去观察啊，去观想啊，一切事不要认真，不要计较啊，守住一个大原则，这个原则上就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的，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那就这个就是佛知佛见啊。我们的佛知佛见虽然没有开啊，但是能够常常做如是观，常常与佛之间相应，不知不觉我们的自己的佛之见呢就开了。我们修净土的同修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应当放下万缘，老实念佛啊，自己念佛，劝人念佛啊，在生活当中要像学佛，学跟佛一样，做一个好的榜样，守法守礼，做一个好榜样给众生看，这叫什么？这叫大慈大悲。希望能够达到对这些迷惑众生呢一点贡献，这个最小的贡献呢就是社会的安定，人人都守规矩，人人都守礼都守法，社会就安定了，世界就和平了啊！从哪里做起？从我们本身做起，本身做一个好榜样啊，这是功德，这是修福啊！啊，大家都不晓得，以为哦，我要出一点钱做什么？这个叫修福，错了。那个福小啊，自己做出样子来影响别人，那个福报大了。啊，如果能不着相，这个福报就变成功德了，那就更大了，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读了《金刚经》，晓得修行的方法。换一句话说，晓得做人的方法啊，晓得我这一生生活的意义啊，生活的价值啊，那你一定就生活的很快乐，很幸福，很美满。好，我们这个这一次这个金刚经的启示就报告到此地就圆满了啊。
希望同学们呢能够深深的反省啊，对于我们幸福的人生啊，修学的成就都能够有帮助。好，我们念佛回向了。